太美好了。我想，我想说我们过不去啊，前面那边有限高，然后那个岔路也有限高，然后如果要去宇宙第一小镇的话，要从白银敖包那边绕过去，要走100多公里。天，那我们不去了吧？而且这边停电了，我估计是因为停电，所以信号塔没电了，我们手机也没信号了。嗯，那我们应该怎么走呢？咱们刚才经过了一个叫吉日嘎查的地方，喵总查了一下，嘎查就是村的意思，然后吉日的话是幸福的意思，幸福村。我们现在在这片区域呢叫巴颜查干，对，和这个地名有点像的还有一个叫巴颜闹尔。闹尔我们知道是湖的意思，巴颜的意思就是富饶的意思，巴颜闹尔就是富裕的湖，查干是圣洁的意思，这个巴颜查干就是富裕圣洁的地方的意思，都是一些吉祥话。对对对，跟我们汉族起名差不多，就是什么好就说什么。为啥子这边看起来草原颜色要多变一些啊？因为有一些太阳长出来了，光的作用。你看那个是阴影，就是云，云的边缘。真是太好看了。云不像我们想象的那样，就是有过渡啊，然后慢慢的没有。云的边界其实很明显。对。就是是挺有个性的东西。我们发现在这边玩的人特别多，就是大家都是自驾来的，然后路边哪里觉得好就停下来拍拍照。下次能不能让我也停下去拍拍照？这儿吗？不是这儿，我想去拍小牛。可以啊，没问题。你看他们都用羡慕的眼神看着我们。哎呦，幻想吧。开房车出来的这种感觉就是那种，就是哪怕对面是个100万、200万的车，开的这种自驾游他都会羡慕我。哎，老板，请问一下你们家有卖肉吗？没有肉。这个就有鸡肉。鸡肉？哪种鸡肉？鸡腿。哦，那这附近哪里有肉店吗？没有。你们家有没有炒米呢？是哪种？这种好大袋呀。你看他们这个茶砖也是我们买的那种。哎，也是湖北的。老板，你们家炒米怎么卖啊？7块钱一斤。这个是干吃。那个也是直接放在奶茶里泡着就好。嗯。是煮好奶茶再放进去是吧？嗯，这个不要点。这个。这个好吃。这个好吃。嗯，干吃好。嗯，挺香的，你尝一下。嗯，是挺香的。哇，这边超市虽小，东西还挺全。你看，这儿还有沙拉酱呢，蚝油也有，香油也有，可能就鱼露买不到了吧。哦，看到国民女神老干妈了，亲切。还有郫县豆瓣酱。哎，你看番茄辣酱，我都还没吃过嘞。哎，蒙古果的，这啥？看起来像面炸的。啊，这是啥？这看起来也像什么？像是炸的馄饨，哇，我没见过。你看这大块的，这是啥呀？这是撒琪玛吧？东乌旗特产，好大一块啊！我们要去东乌旗的吧？我们要去，但是我们要先去西乌旗。哦，再来两包泡面吧。贾玲代言的泡面都比别人代言的大一点，比较适合咱。哎呀，这个西瓜我们俩吃不了一个吧？主要是房车上没法放。咱们两个人吃，这得吃两三天。你看看这个小菜店，其实蛮小的。嗯，我们就打算在这儿稍微补给一下蔬菜，可能都买不了肉，谁知道哪有卖肉的？老板，这个桃怎么卖的？对吧？嗯。这水蜜桃有点硬，咱能放几天？还要买啥不？葱买了，姜买了，蒜还买不买？蒜不要，蒜家里还有。生菜。来看，赤峰老汽水。现在已经下午快5点了，我们睡了一觉，
然后在这个富饶圣洁的乡补给了一下食物，打算去游牧部落。我本来想去那边看夕阳的，不过现在一看好像到达时间是晚上7:45了，估计是赶不上夕阳了。算了吧，我们就在路上看看风景呗，夕阳明天看一样啊，他又不会跑。你说的对啊，我觉得太阳出来了，这草原跟上午简直就不是一个草原了，美得不像话。太漂亮了，就像屏保一样漂亮。哇，太美好了。我想我想你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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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天哪，草原上星罗棋布的羊，天哪，好多呀，难怪这是富庶之地嘞。哇塞，哇，太美好了，太美好了。看他们在排队过马路，我们走慢一点，别吓到他们。哇，你看小牛牛，哎呀，哈哈哈哈哈哈，等他们，拜拜。你看那个水荡荡里面还有牛在洗澡。哎，你看你看那个小牛在蹦。你知道吗，那个茶干的意思是其实是白色的意思，然后是被引申为了圣洁。哦，因为白云吗？我觉得是这个原因。送你一朵小红花，开在那牛羊遍野的天涯，奖励你走到哪儿都不会忘记我。真实的幻影啊，是我给你的牵挂。送你一朵小红花，开在你心底最深的泥沙，奖励你能感受每个命运的挣扎。是谁挥霍的时光啊，是一个问题，也不需要你的回答。送你一朵小红花，好了，今天我们要赶到目的地的话估计已经天黑了，就在这里先跟大家说再见吧。今天是赶路比较多的一天，所以就这样咯，大家拜拜。